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man 组的鞠婧祎，很荣幸能够来到深圳音乐风云榜，也非常感谢深圳音乐风云榜给我们颁这个奖，非常的感谢，也谢谢我们的粉丝。主持人好。你好，看见他就是我内心就两个字，好看，的确是好看。没有没有，谢谢。那你